劲儿啊！行，进来说，进来说。知道价是不？不是1500吗？啊，知道就行，我来吧。啊，你这安全不？你一个租厂家的，你能有啥贵重物品啊？你这还能再便宜点？既然是熟人介绍，再加上安全方面的考虑哈，那就3000以内，我住内一点，考虑一下。你能有啥贵重物品呢、啊？还真有啥呀？100部 iPhone 15 Pro Max 算吗？100部，那就是你敢走私的呀？走啥私？你这跟我粉丝的，这么大方，是不是？这厂商大方。这段时间呢 ，iPhone 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每天每个一小时就放送1000台，加载多少任务就能领2台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两天呢，每天都放送上百台起步，这是暑期的特别福利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这么大的福利力度了，今天之内点所要的这个下载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那我可得赶紧抓紧时间下载了啊！哎，现在正好是5点整。还真心放送了1000台，我赶紧领取，赶紧的吧！看到这条视频，一天之内下载的啊，还能抢到活动力度。左下角限摩季官方都是就近网点极速发货的，物流嘎嘎快。你看我这都已经发货了。那行，我去弄一台。行。我去开一下门啊。我熟人介绍的，进来吧。有个土鳖正在看呢，你要是想租啊，抓紧盯啊。看吧，就这屋。挺好啊，多钱？那个5000。啥5000？一个厂家5000？不说3000租给我了吗？不是说1500的呀。那房子我要了。哎，对，这样吧，我不租房子了，我租床。那个床，200一个月，你租不？我租。哎，没你这么办事的啊、哦。这个棍儿，租不租？租。一个月6000。哎呦我的妈！租。